万万没有想到啊，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在这边吃饭都要排队啊。现在站在门口这些人都是排队叫号进去吃饭的啊。大家好，我小周，这是湖北的武汉，我现在为武汉的武商梦时代啊。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商场也是武汉市最大的一个商场，并且也是武汉市一个最好的一个商场之一啊。刚刚村这边走啊，发现这边的话，这个人呢、啊、真是非常的多，现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啊。刚刚一路走过来，发现每一家这个店门口吃饭店门口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一个现象啊。朋友们可以看一下，看到没有，门口坐的这些人都是等着叫号才可以进去的啊。真的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商场的人这么多啊，吃饭都需要排队啊。朋友们看一下，这边是卖什么咖啡还是奶茶的，门口也是站了几个人，然后吃饭这边的话就比较厉害了。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看坐了多少人，坐了几十个人在这边等着叫号才可以进入的啊。我刚刚看了一下，不是说一家店两家店这样的一个现状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很多家店门口只要是吃饭的地方啊，都是这样一个现状啊。这也说明了这个商场里面的人肯定是比较多的啊，不然的话怎么会吃饭都会出现了一个排队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么多人在这边吃饭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报复性的消费来了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商场刚刚一路走过来，可以说走到每一层的话人都是比较多的，人山人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看到没有，站门口坐的人才是比较多的，好多人拉着这个行李箱啊、哦！哇塞，这应该是从外地过来专门过来吃饭的吧。朋友们看到没有，坐了两排，然后门口这边还站在这里聊天的，这边还在排队叫号，看到没有，每一个店门口都这样的一个现状，看到没有，对面那边的话也是还坐在地下等的。我的个天哪啊！武汉的武商梦时代也是武汉市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场，去年刚刚开业，可以说这里面每天的人流的话是特别的大的啊。这里面有吃喝玩乐啊，什么都有，应有尽有。朋友们可以看一下，但是我来过很多次，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今天过来这边人这么多，看到没有？这两边，看着吃饭的，看到没有？每个店门口都出现了排队的现象，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很多人拉了箱子，应该是从外地来武汉旅游的，可能也到这边来吃饭的。我的个天哪！朋友们可以看一下，看到没有？这边还在叫号，然后在门口坐的人，看到没有？这边都是叫好号了，坐这边等着的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我自己本来也是准备过来吃饭的，但是走了十几家店啊，都是排队，基本上排一个小时啊，看到没有？里面是坐满了，然后正前方那边的话，几家店门口也是在排队啊。就是说，如果是正常吃饭点的话，如果到这边的话，不能立马进去了，都是要排队的。这也说明这个商场人是比较多的，看到没有，整个这一层都是人。然后这个商场的话是七楼八楼，好像每一层都有卖吃的了。我刚刚走了几层啊，每一层这个吃的话都是需要排队。真的是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啊，难道人现在都有钱了吗？周末的时间可能都是带着家人带着小孩都是出来吃饭啊，在这边吃喝玩乐，吃吃喝喝玩一玩啊，看到没有，很多带着小朋友的啊。哇塞，逛了一圈过来了，这边还在排队啊。朋友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出乎意料啊。朋友们，哇塞啊，不过说实话啊，虽然说看到这个商场这样的一个现状让我等，但是也是特别的高兴啊，因为去年来这边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的，今年来这边的话人是比较多，人多的话真的是心情也比较好。这边搞什么生日派对吧，看见没有，这边是个自助餐，看见没有，海鲜自助餐，门口也出现了这么多人在排队，里面坐满了人，整个商场可以说人山人海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繁荣。朋友们如果来武汉的话，可以到这个商场来走一走看一看啊，非常大的一个商场，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商场，里面装修非常的豪华，地板可以照出人影，看到没有，装修的真的是富丽堂皇啊，非常的高端，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漂亮啊。在这边吃喝玩乐购物一体系的，非常的方便，商场非常大啊，一层到一楼到八楼，然后还有一个停车场，下面还应该是到负三楼吧，非常大的一个商场。